好，三队鞠躬。 这个弟弟花工毕业，我们花莲很好的职业学校，今年刚毕业，爸妈都是反驳工，他先去帮忙反驳，他现在要服自愿役，他填的是海军，问他为什么要念海军，要去海军，他跟我讲钓鱼台是我们的，但是村长警告他，到了海军，那个飞弹不要乱按。<笑>这两个，我这种员工。 还有一个在音控，总共有6个男生，6壮士，啊，什么都要会，烤肉就是。